在这次圣存中，我可以合成各种圣诞节的专属物品，打开礼盒可以获得随机礼物，雪球发射器可以用雪埋葬敌人，拐杖糖斧头还能一剑砍树，那生存会变得更有趣吗？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娇颜蛋蛋。那么马上就是圣诞节了，首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啊！所以说呢，我要给大家做糖吃。那么糖的原材料呢，就是来自于这个甘蔗啊，我们这边也有啊，一个不留直接斩草除根啊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开局自带一个精准采集的木镐啊，我们一会儿要挖冰块啊，来合成雪球发射器啊，中间放一个木棍就可以合成，咚咚咚咚啊，就是像一个拐杖样子的糖啊，粉丝先吃啊，给你们先吃啊，是吧？算了啊，我还是给大家先试试毒好吧？啊，喵喵喵喵喵，哎呦我去！直接我身上爆炸了以后还散发了烟花呀、啊、然后我身上带有各种各样的效果，我再给粉丝们啊也做一个这个拐杖糖，兄弟们你们吃好吧。那么看了一眼上期视频的啪啪一下啊，直接就2500点赞了啊，作为良心 UP 的我，虽然啊点赞数还没有到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啊马上就能点到，这期同样是点赞过3000，加速更新下一期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圣诞节的专属礼盒啊，需要8个红色的羊毛，再加上一个箱子啊，大冬天的这些小羊羊都是很冷啊，所以说啊我要把这些小羊羊放在我的肚子里面来帮助他们温暖一下。哎哎我去，原地长大可还行啊。哎等一下啊，这个灰色羊毛是染不动的，只能染白色的羊毛，兄弟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冷知识啊。然后做礼盒得先合个箱子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箱子就已经变成圣诞节的礼盒的材质包了，老传统的是吧？在箱子的周围合上一圈羊毛就可以合成礼盒了。这个礼物是送给看到这期视频的大家的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好礼物。哎呦我去，散发出了一圈粒子效果，但是就只有几块黄金啊，这也太拉了吧，兄弟们，我再开2个试试。这次能出什么？咚，又是黄金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好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个拐杖苹果啊，然后打个苹果出来。兄弟们，我人傻了，从白天撸到黑夜，这么大的一棵树都被我撸秃了，已经我服了。看来我只能再去找热情好客的村民伯伯借用一下他们的苹果了。我来了，我来帮村民们打打僵尸。哎，他们给我一点小礼物啊，不过分吧？哎呀，这都已经被我准备好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没有苹果，这里也没有苹果。哦呦，最后一个箱子里终于有苹果了啊！我们睡个觉，首先还是收获一些甘蔗，在苹果的周围围上一圈糖果啊，就变成苹果糖了啊！我们找铁哥来测试一下我这个苹果的效果。哎，我等他只有在我饿的时候才能吃啊，让我吃一个试试。哦，直接获得了。怎么连血都不回呢？不科学呀！它只有非常简单的跳跃和速度提升啊，但是一颗苹果可以吃3次，这点还挺不错的。哦吼，接下来呢啊，我们造个铁镐，准备去挖钻石，才能合成出糖果工具呀、啊！888哎哎，这边成功挖进来了，嗨嗨嗨！果然这边有个钻石啊，原来你俩在看守钻石是不是？哟妈呀！哎我去，先把这个刷管龙刨了，看看有几块钻石。一块，两块钻石，我们可以合成出哎糖剑，你管这叫拐杖糖吗？这看着都像个激光剑似的。这边正好来了只小老弟，让我来试他的武器威力。哇，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原来是这把剑带有一个吞噬的效果啊，直接可以随机吃掉怪物。这边还有个小僵尸，直接吃掉。我们得赶紧再挖钻石啊，合成更多的糖工具啊，能不能多给一点？哦，2个。好啊，现在我们可以把其他的每一个工具都合成糖工具。哎，先拿这个镐子试试啊，拿镐子，哇，镐子可以瞬间挖矿啊，可以把你挖的任何的方块瞬间吃掉，兄弟们，哇，那那么这个糖铲子有什么功能呢？哇、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爆炸了。哦，爆炸以后呢就会生成糖果，妈呀，并且呢这个糖果它还是有 buff 加持的啊，它不是普通的糖。这里顺便挖个水滴石锥，一会儿用来合成寒冰锥。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奇斧子有什么用呢，既然是斧子嘛，你就要用来砍树，直接一剑撸树法把这棵树给吃掉了一样啊，啊喵喵喵，这不直接啊比一剑砍树帽子还好用。哎，观众朋友们啊，经过了一路的奔波，我们一路滑到了雪原地形啊，在这边挖点雪，
雪啊，在旁边再凿点冰，直接合成出寒冰之锥。哎，我们来给这边可爱的小熊熊做个头部 SPA 按摩。哎，别咬我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不要急，咱们把锥放上去，直接一锥秒杀呀。还有一个刚合成出来的冰块天气，嘣，我去，这往外散发出来了一堆的雪块啊，我的评价是效果十分啊，实际作用零分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来找掠夺者制作雪球发射器啊，然后夺走他们手中的十字弩。一般这个十字弩会在塔顶的宝箱里有啊，我们赶紧上去。哎，获得弩箭了。哎，我直接把这条路封死，你还想上来？不可能。这样合成之后呢，就能制作出雪球发射器。哎，怎么是一本书啊出来了，没加载出来。这把枪帅呀，兄弟们啊，直接长在了我的手上，你们看，哇，直接往下冒雪。还是把散弹枪，小老弟啊，我拿雪球砸死你，但是这个伤害有点感人啊，兄弟们。哎呀我去，连续发射，这根本没有伤害呀，兄弟们，就像是雪傀儡的雪球一样啊，基本上没什么伤害。赶紧找铁傀儡救一下我。哎，这边是几只月灵，赶紧把他们放出来，快快快，你们自由了。我就想看我的雪球发射器到底有没有伤害，我去，甚至还不如他们误伤打的伤害高呢。我去，我溜了溜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现在我已经将每一个超级圣诞物品一一展示过了，那么也是祝大家圣诞节玩的开心，看的开心，长按点赞冲三千，立马更新下一期，拜拜。